出发去香港西九龙站乘搭高铁之前，要先了解下交通配套。车站有多条行人天桥同隧道，连接港铁柯士甸站同九龙站，仲有元芳。认住呢个橙色标志，就好容易去到香港西九龙站噶啦。除咗港铁，亦都可以利用其他交通工具去车站。香港西九龙站有完善嘅接驳交通，出入自然更方便啦。高速铁路令你可以利用崭新嘅旅游模式，发掘更多更远嘅地方。无论商务出行亦或旅游探亲，乘搭高铁，你都可以享受一个不一样嘅旅程。